第十四拜，一心观礼，无量光寿，是我本觉。起心念佛，方明始觉。托彼依正，显我自心，十本不离，直趋绝路。 暂而相违，便堕无明。故知正变之海，遂入众生心想。极光真净，不设一切情迹。微妙难思，绝代圆融。阿密。 陀佛,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无量光寿，是我本觉。这就是讲的三觉。三觉是本觉、始觉、究竟觉。人人。 都有个本觉，一切众生也都有本觉。但是，众生因为他迷了么他成了众生了么就不觉。这众生是不觉，他没有觉悟。他虽然本觉是跟佛一样。 但是现在，他完全就为追求生啊、香啊这种享受，世间这些欲、欲望、情欲、物欲、物质的这些刺激，他为这个所求，玷污了他的身呐、啊、心呐、啊。 他不觉了。人人都有本觉，但是现在是迷了，有无名，有妄动。自己心中妄动，就有了无名，有了无名之后，沾染越来越深，你就完全变成不觉了。现在众生。 是这个样子，人还是好的，还有众生更愚痴的，有更残酷的，互相就是杀呀。那怎么能够恢复本来呢？所以，因为本觉，人人都有，但是他不觉。 不觉之中，怎么才能够恢复本来？就要靠始觉，开始的觉悟。你有始觉，你才可能收复失地呀、啊，还我山河，才能够彻底。那么，有了始觉之后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？ 你始觉要合乎本觉，很要紧是始觉和本。你的始觉要合乎你的本觉，这样达到究竟觉，这才是成佛了，真正的成佛了，不再迷了。虽然现在。 我们等于，反正这个譬喻，没有一个譬喻能够从各个方面都恰当的。用“况做个譬喻，就是恢复成佛之后不再迷了。我们虽然有本觉，就好像。 矿里头有金子，你必须锻炼了之后，炼成了金，这个成功了，那就是就净觉。这个成功之后，你这个金子不会再变成矿了。无量光寿，是我本觉。 无量光佛，无量寿佛，就是我们的本觉呀。怎么算始觉呢？我们起了心，发起了这个心来念佛，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这个才叫做始觉。 所以，一般的，你信了佛还不足够，完全能够成为始觉。这个念佛是很重要啊。所以，十地菩萨、每地菩萨都不离念佛呀。所以，你不管修什么。 你必须在你起心念佛之后，才是真正的始觉。从不觉，你就要开始结束你那个不觉了，去向究竟觉了。你就要产生始觉，产生始觉，就是要靠。 念佛呀，托比依正，显我自心。这八个字好啊。我们借托要靠托靠啊，借托靠彼土，就是托比彼土。 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医报和正报。医报就是国土，黄金为地，泉池交流，宫殿种种的庄严。这是说医报。正报就是佛菩萨、大众。 这都是正报，我们要假托，要依靠彼土极乐世界正报佛菩萨，依报种种的庄严，来显明我自己的本心呢。所以，我们这么讲，要观想极乐世界。 像阿弥陀佛，什么什么功德，这一切一切，都是帮助来显明我们自己的本心呢、啊？十本不离，直趋绝路。我老念佛，我这不就是叫始绝了吗？我所念的。 是什么呢？念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那就是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呀。我所念的，就是本觉呀。因此，我始觉所念的，就是本觉。我始觉不就是没有离开？ 本觉吗？这不就是始觉和本吗？所以，产生始觉，还得要始觉要合于这个本觉，这样才直取绝路，直接走上究竟觉的绝路。所以。 佛是三觉圆满，本觉、始觉、究竟觉都圆满了，就是佛。咱们现在很荣幸的，是在本觉出生始觉，要念佛了，这个是始觉。你只要始觉。 不离开你这个本觉，老念，就直去觉悟之路。那么，假定是最殊胜的情况，极生就正，无生法忍。有这样的，晋朝有一个穷人，生活很苦。 知道这个法门，他就拼命念佛，发了大菩提心，结果佛就现身给他说法，他就现身，证了无生法忍，就成菩萨了。他后来往生之后，七次到世界来，世界上人。 都不知道，直到清朝的时候，在祭坛上，才把这个事儿说出来，说了很多开示。所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韦提希夫人、官景儿子太坏了，儿子要杀父亲，他要去救丈夫。 不许给他东西吃啊，饿死他呀！他把果酱什么之类的东西涂在身上，涂在身上去见丈夫，丈夫就吃他这些东西，就活命。后来儿子说：“这个老东西怎么这么些天不死啊？”别人说。 皇太后来看他，带东西，他就要杀母亲呢。大宰相说：“我不干了。自古有杀父之国王，还没有杀母的国王。我不给这样的皇帝当宰相了。”他才没有杀皇太后。 很苦啊，就求佛呀，佛就来了，给他说法。于是他见到极乐世界，他当时正无生法忍，儿子太坏了，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念佛，不是说只有在往生临终。 不过，绝大多数是如此，在林中才能显现的。极特殊的，你可以正到事一心，那就把见思惑就断了；正到理一心，就破无名了。破无名有四十几个层次啊，所以。 华严是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每一个都是十，三十个位次，这是三贤。从初住起就开始破无明，里头再有三十个位次，到初地那又十个位次。 然后，等觉妙觉，最后一分无名破尽，才成佛呀。所以，破无名，也不是一下子。破了无名的人，就应该都是一样？那很不一样，还有四十多个不同的情况。 一层一层的，就好像我们一个铜东西，把它擦一擦，露出一点本来的铜的光，那你可以高兴啊！你认为你是擦得出来的，但是这擦的过程，那还要慢慢的、慢慢的，还有。 四十多个位次，所以，我们只要是就近觉，那全部擦干净了，全部无名破尽了。十本不离，就直趋绝路；暂而相违，便堕无名；暂而。 这么很短的时间，你这个始觉和本觉分家了，相违就是分家了，彼此相背，没有去和本觉，就马上堕落在无名里头了。无名就是不觉了，就是迷了。 所以，我们要成就的话，就要破这四十多品无明。在修行过程之中，所以无名就是要破除。我们修行就是行和解要并重，解而不行是增长邪见。 我只是去研究，看了很多书，懂得很多东西。我到处给人讲，而并没有按佛所说的去做。这叫做解而不行，解而不行。你所进步，你所增长的是什么？只是一些。 邪见呢、啊，那并不是正见呢、啊。行而不解，有的人就只知道念，什么也不懂。这个什么都不懂，很危险呀。很多人他念佛，他说：“我念一句佛，死后多个元宝。” 他的愿，就是死后多元宝，因此他就不能往生啊。将来就是满他的愿，他就元宝多一些呀。佛都不勉强你，你的心愿，除非他放弃了，他不放弃。 就老是这个样子。我曾在居士林碰见一个人，他说：“我没有什么，我的心愿就是，我念着一切，他就要什么谁死了，让他能得到好处。所以，我这个大妹，她说，我只要求。” 我死的时候好一点，因为他看见我母亲和我岳母死的很平安，而他自己的婆母和公公死的很痛苦，所以他说：“我就是求这个。”他说：“往生，那我还有希望？没有希望。” 这种人很多啊，所以就是行而不解，增长无名啊。我们要破无名，你只是去修，你不理解，你长的是无名。所以这些事情，我们要行解相资是很重要的。 所以，静修结要就是这个好处。我们很快的能够深入了解佛教一个纲领，有了纲领就好办了。然后以这个为核心，再进一步的随缘去行解相知呢，相互促进呢、啊。 故知正变之海，虽入众生心想。《观经》上有这个话呀：“诸佛的法性身，遍入一切众生心想。”后来又说是：“正变之海，从心想生。”我们都知道，正变之。 正变之是佛的十号之一，变无所不知。正知这个正变之所知者如海呀。这个正变之海，就进入到一切众生的起心动念。不但是佛，观世音菩萨。 都是如此的。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，一步一步的打破能锁，最后都没有，就是要灭，灭也要灭掉，生灭灭矣，生灭这个灭，连灭也灭了。 就即灭了，即灭现前，即灭现前不是断灭，忽然得两种殊胜，生灭灭了之后得两种殊胜，尚与十方诸佛同一磁力，跟一切佛。 同一的慈力，可以去救度下雨六道众生，同一悲养。和一切众生同一个心，在那儿求佛加倍。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吗？观世音菩萨发心。 就发了这个心，正的果也是如此，就是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。所以，众生如果求救，观世音菩萨马上就可以解决，感应了。 马上就知道了，同你的悲仰，但是他有同一磁力，有如来的磁力，磁力就到你身上了。所以，这个寻声救苦，念观音灵验得救的人多到不可说。现在。 还是多得很呢、啊。整遍之海，遂入众生心想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极光啊，长极光土啊，是真实的净土，它不牵涉一点点的咱们这个情和记呀、啊。众生。 是情想啊，都是一些考虑呀、计算呢、啊，不牵扯一丝一毫的情悸。《楞严经》说，情和想，人类的情想居中，情要再多，畜生、鬼；想要多，就是天界。 想，理想，所以我常常说，感情要符合理想啊。佛法就是说，大佛顶首楞严经，纯情即尘，入阿鼻狱。纯情则堕，纯情就堕落了。情。 越多，就往下走了。纯想，这个想，就离开情，和情的对面。说理想，还不大够。是纯想，即非，就是不牵涉这些情啊。所以，这一切追求物欲。 追求名利，眷属儿女，种种的感情，都在这“情”字里头啊。因为你这个就有所思，有所思，就不可能是大功啊，就没有那个普遍的心呢、啊，你只是在这个有，所谓有缘词呀。 国是无缘词，同体悲呀。有缘词，你跟我有缘，我们是这个因缘，所以我对你好，我愿意帮助你。而这个善心，就不算十分伟大呀，但总之还是好事，是。 有缘慈，佛是无缘慈，不是靠这个因缘的。我同等都要救度，同体悲，任何一个众生，就都是我身上的本体呀、啊。他的病，就是我的病啊。所以，佛菩萨。 是伟大的，不设一切情计。这些情计，众生，这些属于情计，就比情还要什么？就总是要考虑。比如我修法，修的怎么样？这么好不好？今天。 修的书生不书生，总是在那儿计算，总在那儿有所求，有所等待，这就限于有为了。只有到了极光真实净土，这个法身的境界，不牵涉一切情迹呀、啊。佛是虽然。 入到众生心想，可是佛，并不是牵涉到我们这些东西，他都啰啰嗦嗦，都带到他佛的正变之海里头，他一点都不牵涉这些呀，是真实的清净。因此，我们如果要成就。 政变之海，同样的，也是应该不设一切情迹。所以，这个老实念就是这样，在念的时候，一切不考虑，就是这一句，就是这么一句跟一句的念呢。我常常说。 咱们这么念的时候，一切都不换呢。比如说，见佛、见光都不能拿我这一句“清清静静在念”来跟他做交易去换呢。这要坚持啊，不设一切情计。 微妙难思。这个事情是非常微妙的，妙到了更加深入，更加细致。所以，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来形容，它太小了，你看不见，它很微呀。 然而，它这个里头还是许多的事情啊。拿这个来形容这个庙。这个庙不是你肉眼所观察到的很粗的结构，你能发觉的很有限。微妙就好比你要借助仪器才能知道啊。 所以，这样的始觉和本托比医正显我自心，这一切都是微妙难思，是难思之法，不是我们很简单的用我们现在这个头脑去思考能把它想通啊。 那现在，我们要求什么呢？我们先要求能够理解是更好。首先去养性，因为刚才说的，有的文具是哪部经里头的话，哪部经的话，那就都是佛所说的吗？我们这块儿。 这些经文都是佛所说的，我们就应当知道，它必然是正确的。但现在有的我已经接受了，有的还不能接受。但是我可以让大家放心，今天不能接受不要紧，你只要。 老念，老念，你都会一天比一天明白的，自然自然就会。不要一定要请人家讲，你只要老反复的看来看去，或是念来念去，你就变了。所以，这是佛恩呢。 这是佛法的殊胜，就在此，绝代圆融啊！这一切是没有对待的，一有对待，就是二啊，就是矛盾呢、啊，就是我们世间了。这是离开对待了，不是对待的法。 所以没有对待法，你还比较什么？本来是绝代的，是圆融的，是彼此没有妨碍的。对于圆融和不圆融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吗？水，你可以往什么样的容器倒进去？ 它都是恰当的，都很合适。同样的水，电冰箱里头冻成一块冰，你这块冰，你搁在什么容器里头，它都不合适。有的搁不进去，有的搁得进去也不恰好。那么这个水，它就是圆融啊。 这个冰，它就不圆融了。那么，这个冰和水的差别在哪儿啊？它就是多一点寒气，它凝结了，去掉了这个使它凝结的这点寒，它就是水了。所以，这就是这样，这一些。 是绝代的圆融。